哎，我有个提议，我们来比场赛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每人画一幅画，猜猜彼此心里在想什么，然后把画出来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不，你的这个建议倒不错，猜彼此画的什么。嗯，不错，那现在开始吧。嗯，好好。哦，等一下，苍水，你在这坐着吧。来，一凡，你在这坐。我在坐。哎，在这。来，我就在这坐吧。要记住，在日落山头之前一定要换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怎么着？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开飞机。你拍一。爸爸下班喽！太棒了！我说你在哪儿混一天呢？啊？老地方。我觉得那儿景不错啊，明儿啊你还得去。哎，我问你，安乐的意思是他？你别瞎操心了，昨晚上唠叨的不够是不是？擦水啊！回来吧。哎，妈，妈，你先别忙了，来。嗯，快坐好吗，妈。下班了，快吃饭了啊！吃饭。嗯。唐叶，我们吃饭了啊！快吃吧。嗯。给。苍水啊，明天上班一块带着苍叶啊，去你办公室跟你玩玩去啊，让他看看。这孩子，就喜欢跟他爸玩去。我到村委会开会去啊！啊，你可千万别忘了，待会儿还得给奶奶买药。哦，好的。嗯，爸，您早点回来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童总，你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我这有一个老乡啊，跟里面干活，我进去跟他说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出来，你看行吗？哎呀，我们有施工有规定，不让外人进来。哦，哎，你，哎，不客气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毕强。你是他什么人？那是我表弟。是这样，你看啊。这他儿子也来了，这大老远都从老家过来了，就想见他爸爸一眼，所以你看这事儿。那行，那你这你稍快稍微快点好吗？行，好嘞好嘞，好谢谢啊，哎，没事谢谢，没事没事。建好了以后，这里面所有的招贴画都归爸爸画。
谁呀？啊，我。哎呦！烫着了，来来来，慢点。慢点啊。哎呦，挺严重的，我去拿药啊。丁老师，我和你一起去把倩倩接回来吧。我把她丢在地铁口了。你不是说送给你朋友了吗？那天早上朋友不在家。对不起啊，丁老师。我把她放在东直门地铁口的时候，她还一。那我轻点啊。你这是什么药啊？你觉着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从来都没见过这种药。虫子。虫子。这是我们寨子里特有的一种虫子，爱在湿地里爬行，等它死之后啊，就把它碾成粉末，哎，就可以治疗烫伤了。哦。行了。哎，啊！你别动，别动啊！哎哎，怎么了？这丁老师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人家辛辛苦苦做的，你吃一口吧。来，吃一块。哎呀，哎，好了。
阿雨，别这样。我不在这住了，我明天就搬走。不，我今天就搬走。画完啦。嗯，给。好看吗？嗯。春妮儿。嗯。你做我的模特吧。模特。这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啊，这个婚姻呢，最终目的是节省开支。你说咱们俩正好相反。哼，我看你说话是越来越不经过大脑了。我的事业在中国，这和节省家庭开支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是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，还是花了你们家一分钱？法国有句俗话，为了一颗螺钉，我们失去了一块马蹄；为了一块马蹄，我们输掉了一场战争。哼，我看你是过高的估计了你在蒙特顿乡下的那几间别墅。全蒙特顿的人都知道你和那个 Mary 打得火热，几千里路跑到这儿来表演什么呀？毕斯特，我看法国人那些浪漫你倒是学到家了。这是我的个人隐私啊，希望你能尊重。哼，你的隐私，我怎么觉得你连做梦都想把它登在巴黎的头条上啊？呀，行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一聊起这些吧，咱们就像跟蒙顿似的，没完没了。对了，这是你在法国的私人物品啊，我已经给你办了托运了，这是清单，你收好。48小时之内，如果没有送到，你可以投诉他们。嗯 ，Mary 第一次来北京，她一个人在宾馆，我不太放心。哎呀，北京的天气现在是越来越干燥啊！哎，木棉，木棉，来来来，跟你说啊，去你妈妈身边，这儿才是你真正的家。宝贝儿，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肯定丁一凡是 B 型吗？我怎么能不肯定呢？我就怕以前记错了。我今天电话问过他，没错，是 B 型。给我吧。是 B 型不就结了吗？那还在这着什么急呀？不用说，这个呀，肯定是小丁一凡。我老早就觉得木棉长得像丁一凡了，真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和一凡有什么关系。那段时间有好多事情乱七八糟，你说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如果你还有第三个男人的话呢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哎，我给你出个招吧，你把这两个男同志往医院一领，交给大夫，多好。现在医学多发达呀，亲子鉴定一出来，
到底谁是安慕棉他爹，不就很清楚了？当年要不是一念之差，我嫁鸡嫁狗也不会嫁到蒙特顿去。说真的，现在这年头，像毕斯特那么舍得为你花钱的人，可真是太难找了。你说这能怨谁呢？啊，肚子里的宝宝是谁的你都不知道。我说你能少说两句行吗，小姐？我问你啊，你的那个什么男朋友现在还在协和吗？我想去检查一下。他已经是过去时了。我现在的男朋友是抒情诗人，是著名的抒情诗人。你想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想知道。人家索家坟那帮哥们儿真牛，请得起专业的模特。他们是几个人合作的，经常因为价钱的事谈不拢。你们看我的条件够吗？不如我给你们当模特吧。我看行，你天生这么好的肌肉走向，就是一个做模特的料，但是别满天要价啊。报酬嘛就免了，就当我给丁老师交房租了，反正白住这房子我也不安心。以前干过没有？去年我们在传媒大学找了一个学生，开始什么都答应，临上阵他却别别扭扭的。那可是说拖就拖，说不动就不动的。艾雨，你是画画的，这个道理你懂。虽然我没做过模特，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好难为情的。说好听点嘛，是为了艺术；说难听点，是为了交房租。我可没说过要收你什么房租的。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上去准备一下。行了，这管子是采用那种加大型的，啊、那种深山里面的那种竹子。换季皮也买了，快来耶！换季皮也买了啊，换季皮也买了啊。今天的马车好像到现在还没有。哎，小姐，你看看，这是最新的手，您看一下，您看一下。哎，大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在西单原价300多了，我现在三百多呀！我现在这有这东西，我好像在东南见过。对啊，这个我现在不着急做，我是回老家，我不卖。卖的这个对，这个最少二百。姐呀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打电话看60块钱卖不卖？我跟你讲，这100块钱真我太少了，我这没赚着呢。但是这个我绝对卖不了。我到时候我这不做大姐，我这还挺实的。我上回在那着急做，绝对是那个不漂亮。70万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哥们儿来干嘛？什么钱包啊？我看见你的，大姐，什么钱包？算了算了，什么钱包？算了算了，翻吧。把这位女士，什么钱包？你翻出来。他没钱，没钱，哥们儿，什么钱包？大哥，你别当我做生意哈。算了，你看清楚没有？那现在没有钱包。行了，下次我看清楚点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算了，不容易都。算了。耽误我了，我也没法卖了，让你给他买。钱包真丢了吗？算了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罗门。你好，我叫艾雨。坐下。哎，坐下。哎，黑哥。哎，坐下，哎，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
来来来来来来，带着啊，熊良家，看着啊，存在就是合理。行啊，哎，就是用下身思考呗。你这不是侮辱黑根吗？啊，怎么样，住的还习惯吗？还不错。啊，耶，生存还是毁灭？哎，你是不是画画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去你们画家村看过画展，对，你还给我倒过一杯水呢。不会吧，太巧了。世界上那么多酒吧，你偏偏走进了这一家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里的一句台词。你喜欢电影啊？对啊，第二生命。哎，你的钱包被偷了，那你还有零钱回家吗？我所有的钱都在钱包里了。我可以借你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都要好好的谢谢你。要不找个酒吧坐坐？好吧。哎，黑哥儿乖啊，听我话。哎，存在就是合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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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说，这样做是一种聪明的选择。就这幅画而言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画家当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，那就是概念先行。现在我提出问题，到底是画什么重要，还是怎么画重要？谁来谈谈？很好，你说说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欧洲一直是基督教文明，关于上帝耶稣的画像几千年来层出不穷，可为什么至今人流于世的只有达芬奇、拉斐尔这些大师的作品，而其他的关于这一题材的画作都消失了呢？从这一例子来看，显然怎么画更重要。说得好，说得很好。你是叫爱语吧？青春是一首歌，怎样唱都动听，倾听的人也许很投入，也可能在歌声里想自己的心思。歌声外面的人也曾经唱过，听到过。
韩诺，我发现你这个艺术作品的风格是改变得越来越明显了。哼，你不知道吗？艺术家在现实中的经历往往会反映到他的作品里，比如说信仰的改变呢，或者说婚姻的解体了等等。有改变也不一定就是不好，是吧？你看毕加索，不是一开始也是蓝色时期，才到后来的立体主义时期吗？哼。哦，对了，你在法国的作品啊，我都给你放在第七画廊了。关于佣金的比例呢，我跟他们也谈过了，你看一下。要是有画卖出的话，你可以跟他们直接联系。还有关于木棉的事儿，我还是感到很抱歉。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那么多的酒，还白天才回来，成什么样子？这就是丁一凡先生的画，他的画在我们这儿卖的还算不错。是吗？对呀，这两幅画的色彩使用范围都是受到限制的，颜料也涂得很柔和。嗯，你也懂画呀？没有，听客人说的。这两幅画我不要。好。这个是丁一凡的画吗？这也是丁一凡先生的画。这幅我也要。好，看来你很喜欢丁一凡先生的画呀。还需要看一下其他人的画吗？不需要。丁一凡的画还有吗？黑老师，我去地铁站找过倩倩，可怎么都找不到。我还做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梦。我梦见倩倩在马路上跑，被一群狗追，那怎么，她怎么都跑不动。丁老师，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最清醒吗？啊，我现在这样最清醒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扶你去睡觉。哎呀，我不睡觉，我睡觉是最耽误时间的，我不睡觉。你这丫头，喝醉酒跟曲木狼家一样，就爱闹，爱乱说话。我没有安诺漂亮，对吗？什么？我没有安诺漂亮，对吗？什么话？我喝酒，我不拘小节，我不是个好女人，我不是个好女人，对吗？艾雨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
我知道阿诺回来是来找你的。没有，他没找过我。你别骗我了，他就是回来找你的。爱雨，别这样。他凭什么还抓着你不放啊？好了，他就是来找你的。没有安诺，我没有安诺高雅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一点都不喜欢我。安诺是个贵族，我就是个野丫头。好了好了，爱雨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！你姐骗我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她是回来找你的。木子，木子，哎，这儿呢。哎，忙着呢。哟，麦子啊，神风把你也吹来了。龙卷风呗，龙卷风给你刮个好玩意儿，来看看，看看看看，好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个灯。灯啊。啊，哎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挺漂亮吧？还行。哎，这也就是白天，这要是晚上点上灯，更漂亮。呵，麦子啊，什么时候改的推销灯啊？嗯。哎，混口饭吃呗。哎，木子，嗯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说，你看，这灯挺漂亮，但是它有点美中不足。你说你要在上边画画怎么样？啊，它肯定更漂亮。在这个上画呀？啊，哎，其实这就跟你画这跟你画这葫芦是一个道理。但是，它要是画上画，我敢保证，比你那葫芦卖的好。成年后的嗜好和习惯都可以在我们的孩提时光找到出处和萌芽。沧水选择来河边消磨时间打发日子，与他记忆中的童年有关。当年的欢笑与单纯一去不返，现如今生存的窘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让他只能一次次回到从前的梦想里，寻找些许的慰藉和温暖。米开朗基罗，什么？你这组雕塑模仿的痕迹太重。我从来不模仿任何人。你难道不觉得你这一组雕塑很像是米开朗基罗的《朝夕昼夜》吗？是吗？人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创作意图，有深思，有哀怨，有愠怒，还有昏睡。玲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是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麻木。麻木？安诺，你从法国回来以后改变了很多。
3000块钱。太多了吧？不多，数过了，刚好3000个字儿。太合适吧？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那好，那您慢走啊。哎哎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喂，曲木，没事儿啊，行行行，哪儿？啊哈，好好好，哎，你急啊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哎，好好好啊。废话，先喝酒再说。来来来，喝呀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不让你干偷鸡摸狗的事儿。我说没说过？我说没说过？不是，举目，你在画家村好好的画画，对吧？哎，兄弟，我说没说过这话？有我麦子吃了一碗饭，就饿不着你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干的这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甭在这儿喝了，走，跟我回家，走走走走，回家，走走走走走，坐坐，听我说完啊。我给一画家写了一评论，这是我挣的稿费，今儿呢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我请客，来喝酒。这真的都是稿费？哎，对了，我不是欠你房租吗？多少钱？好啊，曲木，你终于挣钱了，房租吧，房，哎，不行，不是多少钱？就500块钱的事儿，你提他干什么？不提。曲墨，曲墨，爸爸啊，坐好了。木棉，木棉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醒醒，醒醒，乖啊，乖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哎，哎呀，好，我们回家睡好不好？麦子，嗯嗯，哎，喝够了没？没了啊，没了。哎，等会儿。
门子。你还不能？哎呀，大哥，再喝口吧。我敬你，再喝一会儿，再喝，两斤二。喝，哎呀，喝。好，你看好了，剩下的我自己喝。给，麦子，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改天再喝啊。钱呀？什么钱？各行有各行的规矩。就是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我免费陪你啊，是不是？多少钱啊？一个人400。麦子，啊，给钱。啊。800啊。走。我点。不走啊！我在城里吃馆子都没花过800块钱呢，你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，不是这他们谁让他们点那么贵的酒啊？不是你，等回家。怎么了？好，哎，还有钱吗？干嘛？没钱打车了？干嘛？我背着你回去得了，你还打车？我一毛钱都没有了，走吧你，走，腿上回家。好远呢，走吧。我捅你身上了啊！腿上回家，走。